灯法呀，就是来教我怎样的看破放下这个贪嗔痴的心，恢复清净。你心清净了，身自然就清净。那什么是身清净呢？身不到杀生，口到邪淫，这就叫清净。不照这些，那不照善呢？那念佛的不清净，身也清净，但是身清净的未必心非也清净。我们要知道，一切祸福都是这个心它生出来的。真正修道的人呢，凡夫是没有法子跟他比的。我听从啊，听从前呢，就是新老和尚，大家都知道，老法师讲过，新老和尚他身上有一股清香。老和尚呢，他一年洗一次澡。剃一次头，他身上有清香。那我们呢？三天不洗澡怎么样呢？身上就臭了，气味就很难闻的。虚云老和尚呢？他心清净啊，所以他虽然不洗澡啊，不剃头，但是呢，依然是身心清净。我们回想自己天天洗澡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我们身上除非是用香水的，保留呢还是比不上老和尚身上清香。这是我们的心不如人家的心清净。那么我们要不要效仿老和尚那些不洗澡的呢？不要，也不要效仿老和尚。你不洗澡呢，你身上也不能放香。你不剃头呢，那你就没个看了，很麻烦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别找香。人家不洗澡不剃头，身上是香放香。我们一定要知道修行人呢，身口意要清净。你学一切法都是对于生口意的，一定要清楚。如果生口意要不清净的话，那你学这个法不会得利益。这里面佛告诉我们，身心洁净。你看，这是标准的，身心都是清净的，洁净都是清净的标准。他没要我们找相。那菩萨修也是这样的，我们要跟佛学啊，菩萨给我们做样子看啊。说我们要清楚，现在学佛的人多，着相的人多呀，麻烦。身心洁净，无有半贪。实际说明了心要怎么样才能清净呢？必须将暗贪贯除才能清净。只要有暗有贪，心就不清净。这个贪爱世间法，心不清净；贪爱佛法，心也不清净。说世处世间法上都不能贪爱，此处讲的爱贪是烦恼的总代表。那我要知道，这个世间为什么叫烦恼的世间呢？就因为有爱，有爱就有欲，这贪就代表欲望。佛说这个爱欲本来就没有，所以不用贪了，它本来就没有。说为什么各位说我们要听经闻法，不是明白这个五欲六尘到底有没有？
大家学佛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没有成就呢？就是说一点消息也没有。什么叫消息啊？法喜啊，没有法喜。为什么？就是没看课这个爱跟参。佛陀指的就是这烦恼的根在哪里，你要知道。就是看爱。爱贪在贪嗔痴慢烦恼里面排第一啊。说第一个，不要认为爱贪可以不要了。爱贪呢是第一，因为有爱贪才会有嗔恚啊嫉妒。所以说爱贪是代表是根，烦恼的根本。其他的嗔恚啊、嫉妒啊，大概都没有关系的，那就错了，都不能有。不但不能有爱贪，也不能有嗔恚，也不能有嫉妒。所有一切烦恼习气啊，都要把它断除，心才会清净。我们要知道，那佛法就是断掉这个爱贪嗔恚愚痴的这些烦恼，断烦恼是吧？用什么方法把烦恼舍掉呢？哪一个人不想舍呢？想舍，舍不掉。为什么舍不掉呢？因为这是无始劫来的习气，习气呀，已经养成了。就成习惯了，习惯就成自然了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不用告诉你，你睁开眼就想吃，你看谁教我吃的吗？睁开眼就想吃，给奶就喝吗？有奶就娘吗？那谁教你的？没人教你。骂人也没人教你，骂人各位是不是？那贪心更是，你小时候生下来不良，你还这个东西要要拿回来哭了，再没人教他呀。把这些无始劫来的习气已经习惯成自然的，像丢脸又不要，不得不用对治的法门。说我们要学法门干什么？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。说为什么说现在的人不好教了呢？让我们成就难了呢？没人能教什么？说实在的话，我们每天晚上学习，就学这个法啊。你看菩萨是怎么断烦恼成佛道的？我们看一下怎么断，我怎么教他，他怎么断，我们就跟他学。现在的人好不好教呢？你说呢？他要犯错误了，你要说他，他能跟你俩瞪眼睛，恨不得打你，恨不得杀你。那父母管严了，都杀父母。说我们现在的人烦恼习气这么重，还没有人能够管了我们，能够帮助了我们。有没有人能帮呢？有人能帮，但是你不会去读八经教父母的，所以说没有人能教了你。你说我多可怜呢？纵然有方法了，很方便的方法了，我们还不相信。所以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呢，对治烦恼最方便的、最有效的法门，不过于净土法门、念佛法门、念佛的方法。说各位能不能听明白我们的？这老和尚对我们的教诲，这是佛
说这个我让你成交了，你也活成功了。说你的毛病死机痛苦烦恼，谁来帮助你？佛来帮助你。佛怎样来帮助你？佛说法来帮助你。你要学法，然后用这个法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，这就叫学佛。那烦恼习气也都断掉了，那你就是佛。那断烦恼成功，否则的话，你在佛教里面只是结缘陪佛而已的，因为你不能断烦恼，你没有办法成功。所以各位学佛啊，不要好像我老说跟大家讲了，咱们是同学，我说深说浅也不要烦恼，咱们就爱搞笑。我那天去山东呢，做法会，我们每次哪里啊，都是来学习佛法啊。那么有的时候啊，大家就要求啊，一起来念佛。念佛干什么？做三十四天法会念佛。本来这个三十四天法会和念佛恢复清净心的，念佛做佛的，名扬两利，也就是法布施给众生。但是呢，我去山东啊，有道场。我们去的时候有要求的，凡是收钱的我们不用去，我们不是搞钱去的，因为念佛成佛搞钱跟念佛成佛没关系。然后他们去了以后，100多个功德主，他拿他批一个票卖，这功德主100多个，功德主是花钱的，不然钱面。然后第一时下来以后，我就跟他们邀请我的人说了，我说把这些人都撤一边，要不然这个法会我就不做了。他这是功德主，我们谁是功德主啊？念佛就是功德主，那舍钱他们是功德主，他们舍点钱呢、然后他们不就有念佛了？好像是比别人高似的，你不把他害了吗？那平等才是功德主呢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平等的才是功德主。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舍点钱的，把自己放前面去了，这啥功德主？你看我们这些净土法门念佛这个人，怎么学净土法门念佛的这些人都迷惑颠倒呢？你说这些人多可怜啊！所以人法会要明白，人法会是听经闻法不离开目的，然后他老是念佛，修清净生口意，保证我们讲这法会干什么呀？不是照应吗？大家呼啦啦的去搞明白这样。所以要知道，念佛法门，念佛这个方法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。这烦恼习气不是今生今世的啊，无始劫来的，到现在的烦恼习气。每天我们都习惯了生、爱、贪、嗔、恚、嫉妒，我们每天都这样。我们就生活在贪嗔痴慢的这个境界里面，已经习惯了。为什么说你别说说的好，你就别说话了？有几个人断掉贪嗔痴慢的？有几个能断掉？所以说老是两个感情过，啥话都没有说的。在贪嗔痴的境界里面呢，那就是地狱的境界，财色名食被贪嗔痴慢，这是地狱五条根。
我们每天都在造那些地狱的业力，所以我们还不老老实实去改过，去念佛，去对治烦恼，我们还有那么多话说的。大家不听话，不老实。而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忆佛念佛，这个忆呢是心里面想念啊，心里想佛是心清净啊，口里念佛啊是身清净。要记住这个方便的方法，随时随处行住坐卧都没有拘束，这个法门的方便，行住坐卧随时随地都可以念，就用这一句佛号把烦恼习气分别执着都念掉啊。这一句佛号是什么呢？这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透彻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自性本具的性德。各位一定要知道啊，中禅师也讲了，如是性德，就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就是你的自性本具的性德。一定要知道，学佛要明白，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啊，就是明白心性啊，性是体，心是用。这个用呢，它跟体相应，叫体用不二。我们为什么变成凡夫了呢？哎，就是体用呢，是二不是一的。什么叫二呢？就是有执着、分别、妄想。就是有爱贪嗔恚嫉妒，这就是二。二是本来没有的，现在你有的。那你念阿弥陀佛呢？它不是一的吗？啊，心跟性是一如啊。性叫阿弥陀佛，那心呢也念阿弥陀佛，这不是一，这是二。这就叫不二法，不二法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念佛成佛的啊，用这个方法才能够真正做到简廉端直，身心洁净。这个身心洁净啊，就是没有贪嗔痴，也没有杀盗，没有邪恶，十善也没有放下，就清净。自愿安立，无争缺减，这两句话对修行人来说呢，是用功成败的关键。凡是成功的人呢，一定是自愿安立，就是说心安心定，坚守一个法门，绝不动摇。现在人为什么修行人多成就的人少的呢？他心不安，他心不定，每天都问我的心，我老烦了，心老乱了。有很多人都问我，为什么会心烦心乱的？学佛心还烦乱的，就是你没有心安住在法上。三藏十二部都是法门，都是清净的。那一句阿弥陀佛也是法门。你心里安在法门，法门清净的时候，你心就不安，你心就不定。你学这个法门，又学那个法门，你学乱了，你心也没法安，心也没法，没有办法定。因为你又想学这个，又想学那个。那弟子规都讲了吗？方读此，勿莫彼。使未终以勿起，
方为县一起用功，功夫道好之手，跟我们修炼佛法门也是一样的，坚守一个法门，绝不动摇，谁拦我们也不动啊，不随境转。那时候满大鹅叫得天花乱坠的，连滑地都不肯下来，你也别动。我讲的佛法你也别动，我才念你的佛。这就要自己很安定。如果有人来劝你去参禅去，那个人来劝你去学密去，啊，你也不要动，你还老实念，因为念佛就是禅，却无上生妙禅，念佛就是密，密就是去学，就是修大圆满，大圆满就是皈依自性。你说对于阿弥陀佛就是大圆满皈依自性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上心要禅，你说这一句阿弥陀佛都不可思议啊！当知世尊讲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佛陀赞叹，要不赞叹呢，说这个法门不好啊！佛讲它干什么呢？讲哪个法门就赞叹哪个法门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这个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故无争切解。尤其是念佛法，佛为我们说那么多法门，为什么？为的是要契合各种不同的根性。我在世的时候呢，是应机说法。并无定法可说，我们去求佛，请佛教我们一个法门啊，我们认真努力的修学，即得成就。今天佛不在世呢，没地方问，到底哪个法门适合自己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念佛法门，遍及一切机，上至等觉菩萨，像文殊啊、普贤呐、啊，都发愿求生的，求生极乐世界。下至地狱众生呢，第一向现前的，临终一念、十念也能报上。有很多人说，这么一学佛、念佛、天念佛，这不什么也不干了？念佛就往生了，这不是应该找死吗？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明白了，为什么要念佛呀？念佛没有烦恼，不烦恼。念佛保持心地清净吗？念佛不离轮回，超越法界。念佛多大自在。说不是念佛就什么也不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有很多人认为这学佛就往生就死了，念佛不是说你死了，是你妄想分别执着的心死了，你的智慧就开了，大智慧开了就能去利益一切众生了，没有自私自利的。念佛法门普被众机啊，就是一切众生都是要普被众机。当我们没有能力选择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机缘选择修学这个法门，就决定不错。所以十方诸佛遍赞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，都遍赞。选择这个法门呢，就一点都不错。十方诸佛看到都欢喜赞叹，我们选对了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呢，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就选对了。这个法门呢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
可是土背重击都是无休。无争七减就是不争不减，守定这个法门啊，就不要再去选择其他法门了，一门深入。选这个法门就是好比我们这个电光堂啊，有三个门，大家要想进入这个念佛堂，你看你有几个门能进来？三个门有几个门能进来？各位一定要知道，我只选一个门就进来了。如果你三个门都选呢，你就在门口啊，这个门走，这门口的人，那个门口的人，你哪个也进不来。其实三个门都通到里面，那我们选一个门就进来了。如果三个门都选了，能不能进来呢？没有办法进来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选择这个法门，选正确了以后，就一门深入啊。就像大学生菩萨所说的，不讲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个不讲呀，就是说不再用其他的方法，就用念佛这个方法就自得心开了。前面经文云：“念道之至然。”啊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。即是后来祖师大德的成讲的老实念佛，念道之至然呢？念道不念佛，念佛自然成佛了。这一句佛号，只要老老实实的念下去，自自然然的功夫成片。自自然然的得一心不乱，自自然然的心开一心的，这就是念道之至然。不加丝毫的勉强啊。那么老和尚在讲经中呢，也曾经向诸位报告过，上上三人一生受持一部经就足够了。你看那个印光大师啊，一部弥陀经已经很多了。他在藏经楼里面呢，月照把这三藏十二部都看遍了，然后他就一部经一部号。他为啥读那么多了？他都明白了啊，念佛求成净土。这祖师大德呢，就是佛菩萨在哪里给我们说要我们看。有人说啊，一部经太少了，恐怕不够。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们，一个字都不识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有站着往生的，有坐着往生的，预知时至的，这样的很多。一句佛号都够了，何况是一部经呢？最要我们信得过的，只要把心安在这上面，定在这上面，一部经就够了，可一生受用无尽的。自己依照这个法门啊，劝别人，也就是这个法门的自心法门。都够了。若是实在也不过去呢，还想多念一念，我就介绍净土五经啊，这是中等悲性的人。大家要知道，上等悲性的人一部经一句佛号，中等悲性的人就是净土五经。如果还嫌不够的话呢，还可以加净土十要、印光大师本抄。这些五大德的净土的著作，那就是下等悲心的人。假使还要再添加一些，恐怕往生都没有指望了啊！因为心很散的。古人常说呀，贪多嚼不烂，
总不如专精一门。如果在这一部经上面呢，用上十年的功夫，锲而不舍，十年之后，大家都会称你无量寿佛呀。你就是活的无量寿佛，而且这一门真正贯通的，不但三藏十二部经典都通的，世间法也通达。就怕一部经不通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都通的。啊，到一切经通的时候，你毕竟也是大慈大悲的，还是世间一门之入。啊，这样世间呢是做给初学一个人看的，这做个榜样给人看的，是教导众生的。这个法呢，这个方法有效果。这个方法快速，特别现在这个时代，志愿安定无争缺点是我们修行成败的关键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到弘法的一些同学们呢，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呢？因为你发心要弘法，你自己修行呢，你就是一步清一句佛号，但是方便利益大众呢，那你要学做人的。因果事理，还要学经典，学教化别人，帮助别人。那方便有多门，咱们自己就是隐喻佛号，读经典。那么当我们去跟大众结缘呢，虽然用一些三种方面的方法吸引大众，但是到后来也是劝大家一门深入，藏心修行，心安心定。千万不要东拼西凑，那就把你自己给耽误了。生死无常叙述，一口气不来，你将要去哪里，你一定要知道。你不念佛，真的六道轮回就跟着你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，善少恶多，贪心。除了这个法门，其他法门没辙，那没有办法解脱，所以大家都不老实念佛。谁知道谁什么时候就气搞坏了，就出不了气了，呼不了气了，谁知道？知道，所以说叫不功夫，珍惜者分分秒秒。大家下面这些经文啊，求道和正，不误清闲。这个和呢是和平，正呢是中正。用功不能急躁，躁气往往会失败，也不能够迟缓，迟缓呢就懈怠。功夫不能得力，必要懂得和。正，比如说不急不缓，正是和。可你用功过急了，急了也不善，哪有急呀、啊？你急了不就急躁了、不安了？太缓了呢，缓就懈怠了，懈怠就懒散了，那就不能得力。和必要和正。这正就是中正、中道，不急不缓，中道。大家念一阿弥陀佛，一定要知道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。那念念是弥陀，念念也是觉，念念就是佛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快念也是念念，慢念也是念，那你就不急不缓了，也不伤心，也不伤身，你说多简单。非得要急干嘛？你急念，急念就成佛了。成佛是怎么成的呀？要知道啊，念静吗？念静就是觉呀，念觉就叫佛呀。
有很多人说我喜欢不想活了，我想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念佛呗。不，我想我想死的那种，你那个念佛死，你说死就往那极乐世界，急得不行了。到后来他咋样了？着魔了。他急得去极乐世界，哪个极乐世界？唯心即净土，自性本离佛。你念念就是自性，念念是离佛，你太着哪离佛去了？有很多人都这样的想法，这个世界太小了，我一分钟不想在这个世界待，我现在就想往别的世界去，那就念佛呗。世间一切你不放在心中，那就离世间了。什么出离？你要知道吗？不念这世界的一切人事物境界了，那就是出离了。不悟清邪，世法岔路很多，现在正道已经失掉了。啊，都是岔路，岔路如邪道，所以今天世界人心呢都变了。啊，人心乱了，世界就乱了，社会就不安定了，乱了。为什么会乱呢？人心没有归依啊，没有归宿了，就是没有依靠。善恶利害也没有标准的，这怎么得了呢？这就是啊，天下大乱之象。我们只要冷静的观察现在的社会，真是危机重重，非常可怕。回头看佛门呢，也不例外。今天佛法也是倾斜，斜着不像样子的。好在这部经把邪正的标准呢说得清清楚楚的。什么是正呢？清净是正，平等是正，觉是正。心不清净就是邪，不是外面人如何如何邪，正是你，是你自己。佛法不是说给人，说你自己的。啊，心不平等，心不清净的，心不觉的，不觉悟的，那就是邪的。标准就在清净上，和清净平等觉。那就是正，反过来呢就是邪。我们修道要尽心尽力的，那就像菩萨的开悟一样，外若直观，内如始极，这是合正之相啊。怎么做到合正呢？怎样不会有偏差呢？下文具体落实的教导我们。随经约令，这个经啊就是指这一部经，约呢就是约束，令呢就是教戒教诲。世尊弥陀在这一部经里怎么教我们的，教给我们的，怎样约法的，我们必须要依教奉行，要随经约令，不敢戳节。这个戳节呀，欲违背教训，就是跌倒，摔跟头的意思。为什么会跌倒、摔跟头呢？因为不依教奉行，不遵守教诲，就会用错心、做错事、走错路。跟我们大家学佛人共同干什么？就是要我们正确的用心，用心要清净。用心要平等，用心要觉悟。佛法就是讲养于心的，但怎样来养心呢？那我们为什么说要依教奉行呢？依法不依人，现在依人不依法的特别多，依人不依法就偏了，依法不依人，那他就正了，就正过来啊。若于省恶，若于省恶呀，是对合正而言的，就是绝对要
遵从佛在经中所说的教诲，不能有丝毫的违背。下面这个省恶呀，是比喻说的。省恶是古代木匠用的磨刀啊，我们小时候啊，看见我都知道，那个木匠要打鞋，要拿，要把布给磨开啊，他用那个磨刀啊，一个钉子，钉在布的另一端，然后通过来打一个线啊，然后按照那个线把那个木头磨开啊，这样那个木头呢，锯开以后会是很平的、很直的。这是个比喻啊，规矩方圆啊，不依规矩呢不成方圆。如果没有一个恶道啊，在木头上缠着一条线呢，那么这条要把这个木头给它锯开的话，它就不会直线了，也不会平，也不会直。它就这个恶道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规矩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学佛法就成佛，应该依什么？应该随经约律啊，不敢脱离，而不敢违背经典里面佛对我们的教诲啊。但佛的教诲就像这个神墨一样，你按照这个标准去做，你还能行个正，就很直。经典就是省恶，省恶就是标准，一定要遵守这个标准，按照这个线你去拉锯，才能把它直，把它平。按照佛所说的教诲去修行，你才能成佛。什么是心？什么心才是正的呢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的？经典是标准。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能不违背经典的教训，就是佛正；违背教训，就是倾斜；倾斜就是戳你，也就是跌倒了。戳呢，就是不平。比如我们现在修行这个过程中呢，坎坷非常多。麻烦非常多，它不平衡就容易摔倒。所以经的好处不是空谈啊，不是谈情说妙，句句落实在生活上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些菩萨在极乐世界修行，游化十方世界修行，也都遵守这个原则。这部经是不可思议经啊！古大和赞叹他是华严奥旨，法华密髓，一乘原教的精华都在这部经里头。虽然是诸大菩萨修学的标准，我们初学的人也能用得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也显示念佛法门为什么是三根不退、立顿全收，就是它的这些原理原则。从下下根呢，一直到上根立次，都使用。所以我们大家都忽略了，就念念不让修行，我也念了呀，也没得啥利益呀。我们是有嘴念的，心有没有参悟啊？有没有去实习呢？你看大家学佛有不可以呢？包括我在内不可以呢？所以这学了这么多年的佛，有的人改道了，改道了是学外道的，你多可怜的人。今天有朋友说他我去学什么哈什塔佛，说有叫正规的哈什塔佛正规佛，正规是女的，她是佛。然后那些同学吧，我老不学这个法门了，在网络上就有啊。
你说哪有人自己是活的呀？你说自己是活的，这不就是装活了吗？而很多邪魂都会觉得，我就想今天的邪魂让你怎么了？佛讲的经典，我们讲的逻辑学呢，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死了。你看大家不依经典呢、你想一想，你能不能成就啊？这随经约令呢？你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，你很危险的。不是你学佛哪个都学的呀？现在这人真是可怜，这就是堕落法，因为心不安、心不定的是堕法，心不安不定的能开智慧吗？不开智慧能了达实相，能明白善恶是非真妄吗？那读经是修修戒修慧呀。念佛是修戒定慧，开智慧就得了。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法，我们大家忽略了。叫舍小求大，舍本逐末，多可怜啊！贤为道路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忧思。这三句是讲一个真正念佛人的心态，即现在讲的意识形态。真正念佛人就是道目，那个目啊，是仰过那个目，道是大道的道，叫道目啊，仰慕佛陀，仰慕阿弥陀。心里没有其他的念头啊，就是旷无他念，旷是心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只知道念头、只知道想佛，一佛念佛之外别无二念。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间做到这一点难呢？因为我们不知道啊，一切外有都是空相，所以我们大家不老实念佛是有原因的。我们把妄当成真的，就动了心了，然后这个心就不好转变，说佛法转不成物的，好不好转？说必须得看破放下才能转变过来，知道一切外有都是自性所变所现的，不是本有的。我们知道本来没有就不念它，为什么本来没有的你想得到它你得不到它？没有的你想把它死掉你死不掉它，为什么没有的死不掉啊？后有的你得不到啊！智者知道这个点呢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呢，他不负后有的啊，那他归依本有的，依本有的，不依后有的。念佛就念念归依本心，而这样才能够老实念佛。要不现在就讲了念佛干嘛？有什么用呢？什么也不想呢？想啊，想完就放下了，事情做完就放下了。为什么做完就做完就不可得了？各位一定要知道，你做完的一切事儿都不可得了。像我们走过的路可得吗？通通不可得啊！所以说就不念了。佛法讲的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、未来心、当下念心也不可得，所以说就不要你念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了，要你念阿弥陀佛。
非要名利才能闹成一坨啊。无有忧思，就是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。为什么说没有呢？因为本来就没有。就念阿弥陀佛啊，其他的不牵挂，为什么本来就没有？那世界人讲，你怎么这么无情呢？有父母，有孩子，有妻子，怎么不想他呢？不想他，你想他，怎么跟他去呀？你女儿嫁人，你怎么跟他嫁过去啊？你要不要？那爷奶奶都死了，你跟你去火葬场吗？你去啊？去不了。那他叫你去，你去吗？打死你也不去。最亲的，你最爱的，你想得到的你也得不到的。这世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说《心经》里面讲的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。为什么没有挂碍？知道是假的，无挂碍。为什么我们要弘法这么重要呢？大家都学佛的知道，都追求真心本性的，哎，那就是原始反馈，弥陀如来，那就是真的在一起。在这个世界想在一起，不可能的。纵然我们牵挂忧虑，也没有用。也拿不走，也带不去，到后来搞了一身病，爱得越深，苦就越大，爱与恨是邻居，知道不？爱恨，爱过分就是恨，那没好事儿。所以我们要把喜欢的放下，不喜欢的也放下，都变成阿弥陀佛啊。在这个世间，我们都是唱戏，大家都知道吗？我们都是演员，唱戏的。一个爹，你还叫爹，但是你是阿弥陀佛佛爹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佛佛妈，你别说佛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就麻烦。你要像佛一样，男人也要像佛一样，女人也要像佛一样才行。你的角色还是爹不一样，但是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。外表给人看的没什么两样，内无实体，内里面呢，哎，就是安心办道。心不中，我就是不会心呢。外表跟大家一样，但是心里面也一样啊，这里面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先为道路，干嘛呀？修行啊，心里面念佛呀，念佛就是修行啊。我外表看这个人跟大家都一样，但是他内里面呢，他念念都念佛，他没有真修的心。所以他没有牵挂，他没有烦恼，他跟大家一样，没什么两样。你那里面的起心动念一不一样？一样，为什么？你看念佛清净。所以修行人呢，不要那么话，一天废话一大堆，废话多就是妄想，不要去找人家诉苦去。啊，哎呀，我这不顺呐，那不顺呐，我得找个问人，问谁呀？问自己有没有心定心安来办道？没有，就是打妄想，打妄想来造业，你能得安乐吗？所以说，我们不明理的人想得安乐，寝食难安。睡觉也不安，吃饭也不安，心没有安的时候，印光大师常讲，念佛人应当把死字贴在额头上，常常的想到我就要死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放不下也得放得下，这是个好方法。
其实我们朝生暮死，长活了晚死了，这是事实吗？各位说是不是事实？就是这样。说活一天寿命减少一天，三万六千天能活三万六千天吗？一百岁吗？不能。那么我们每天都在减少我们的寿命，那就叫在死啊，这是事实啊，这不是迷信啊。每个人不得死吗？老和尚也常常教人，每天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就想，我就要死了，想活便活，这样享有床，到临终的时候没有恐怖，因为天天想活来接引呢，总算我们想到呀，活来了，都没有恐怖了。有多少念佛的人，平常一心的要求生净土，真到死到临终的时候了，阿弥陀佛来了，他反而害怕，惊慌恐怖啊，我快要死了，这还得了吗？于是这一下呢，就做到六道轮回，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味儿。像我们看电视的，各位要知道，看电视你真看得好欢喜的时候，一转台，马上就是恐怖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心定心安了，就不换台了。就是这个净土的念佛法门，就这一个法门，就这个方法不动。平时每天都在死吗？你这一睡呀，是一天一天的增加的，每年增加的，在增加的同时每年减少。你看，增加的同时在减少，不是光等。你把生死这个真相看破以后，你不老实念佛，你念心经，那修行人为什么都是没事儿？你要变成天道，最爱的人就跟人走了，最爱的人就跟人走了，跟人阎王学走了，跟阎王学去，你最爱的人跟阎王去，接下来就是你，你也得去。你想不想去？不想去，不想去跟人念佛呀？要不然一口气不来，就阎王就来了，阎王太阳没人来，黑白无常。我去济宁弘法的时候，有个大学生，辽源的，这个同学呢，他妈妈领他去见我，跟我说，说那个谭居士啊，求你救救我吧，想要我咋救你啊？他说我那个每天晚上有两个人来抓我。我说谁抓你？男的女的？他说不是人，是黑无常白无常。我说你不是孩子，你不是有病啊？胡说八道，哪有两个人？他说真的呀，你不信？真有。我说你平常给你抓去呢？他说他一抓我，我就坐着念佛，完了，一念佛他俩就没了。我教你啊，我给你介绍经验嘛，推荐介绍经验。他说他黑白无常来抓他了，他念阿弥陀佛，他马上下得起来念阿弥陀佛，或者念观世音菩萨，那咣的就把他俩把那黑白无常给打没了，听见没？也是我去那个吴老板家，我们红法帮他家，那个同学跟他妈俩去找我，问我这整，我这能真的吗？我说我也没看过黑白无常的。他说真的来了俩人啊，黑一个白的抓我呀。他说我要是他白天也来，然后说命的，
有的时候白天也来了，白天来了马上起来打坐念佛，然后这光就把他打没了。他问我这怎么回事呢？他说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说那黑白无常来了，那他不要死是干啥呀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说那这个念佛就他就没了吗？他说念佛呗。各位听了没？念佛的黑白无常就没了。那还是我怎么办？那念什么呢？那我还得上学，我上什么学？黑白无常都来了，要我命还上什么学？要命还是要上学？还是上学？人就是颠倒，不知道哪个重要。各位说哪个重要啊？要命重要还是上学重要？是你考大学没命的，哪个重要啊？让黑白无常抓手重要还是念佛重要啊？你说哪个重要？念佛重要。我们老忘，我给你讲这个事儿，你记着点好不好？你这老忘，有一天你就忘了，你球鞋不好了，黑白无常说了，好，你忘了吗？我白穿。黑白无常就是朝生暮死，我这么认为的。但是那个女孩说，真有两人来，她是真的有两人来。我讲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啊，希望大家都别忘了，生死无常，幸福啊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儿，什么是不重要的事儿。重要的事儿要忍住，不重要的事儿要别做了，或者是随缘做啊。了生死、出轮回是第一重要的事儿，其他事儿呢就随缘的这个事情。什么样的是好啊？你们好的标准是什么？没有，人是越贪越活越好。你说那贪心无止境的，哪有什么好？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看破啊。说每天想到自己啊，每天都在减少我们的寿命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不要等到死到临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害怕了啊！这一害怕呢，就堕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。西方极乐世界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啊！贪生怕死，所以妄想不能断。念佛人呢，对世间事要看淡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不是真的，我们六根所谓的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生的心就是财色名食追求五欲，对六尘生五欲，就这样。你们的五欲六尘是真的吗？假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五欲六尘里面，我们要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心无所住，随缘就好。随缘，别攀缘，别攀六尘缘，别贪恋五欲，你就是修行人。怎么能够做到老实看住佛号？你念佛就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，那五欲六尘没有的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贪恋，没有烦恼，那不就极乐世界吗？世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要觉悟啊！放不下就是看不破，看不破就想到自己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年，往后还有多少年多少年，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。因为老赶趟嘛，老赶趟，老赶趟就是不变样。说时间来不及了，就变样，修行就变了。变得跟佛一样一样，老板他就随着你这个心懈怠堕落的不变样了。所以功夫就不得力了。那善财童子呢，时
十岁农民八岁就给他做样子看，谁说这学佛就是老人家的事儿呢？谁说学佛孩子就不能成佛呢？这就是我们的偏见。你看人家十岁八岁就成佛了，那真正放下诸多得利，念佛念到自在，生死自在，那个时候想住世间多少年就住多少年，不碍事啊！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这多自在，这才是聪明人。别人能做到了，我为什么做不到了？人家能做到了，我也能做到，只要依照此经的理论方法去做，没有做不到。所以我们必须培养这样的意识形态，说你学这佛经干什么？就是让我们能够往上离苦得乐，不要堕落到轮回里去。闲眉盗目，旷古贪念，无有忧思啊！即使是家亲眷属啊，亲戚朋友啊，都不可牵挂。说学佛呀，这个学佛人怎么这么冷呢？啊，冷血呢？不是冷血，啊、他看明白了，他叫理智，理智的，不是感情的，感情的都是用到轮回，理智的就是究竟解脱呀。那马上讲的说呢，来到这个世间呢，有四种人啊，善人恶人。报恩报仇，讨账还还债，那就是姻缘了。了姻缘的有什么情况呢？有一个目标就是都得死，这是公平的，哪有不死的人呢？都得死，那死了以后去哪里呢？你要是牵挂的心呢，那你死了以后就集体合伙做鬼去，听到没有各位？你还不好好听听？我总得提醒大家，同修之间不要瞎联系，不要讲感情，找团体啊，咱们一伙他一伙的，那你就是承包结果，预谋做鬼的，听到没有啊？因为你搞的是鬼事儿，不是佛事儿。佛心无挂碍，没有牵挂的，你有牵挂呀，那你能听懂吗？说为什么说一个道场里啊，你要一众靠中要合格呢？不搞自己的那一套，你搞自己的那一套，你有我了，你就有牵挂了，你就牵挂我那几个人，像我牵挂我家的妻子孩子，你牵挂你家妻子孩子，这不就是牵挂吗？这为什么说一个团体要合作呢？要求六合敬呢？所以说亲戚朋友也不能牵挂，眷属啊家亲也不能牵挂，乃至自己的事儿也不能牵挂。所以一切忧虑事出之间嘛，一切牵挂都放下，事出之间一切嘛都不能牵挂，因为那些忧虑牵挂解决不了问题。真能解决问题，忧虑牵挂还值得，解决不了问题呀、岂不是冤枉？什么能解决问题呢？心地清净，智慧心性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心地呀、心里不牵挂那些家庭眷属啊、亲戚朋友乃至自己的那些事儿，不但没有害到他们，而且能够帮助他们，就是说一人得道
九主升天呢？你看哪个利，哪个弊？如果牵肠挂肚的话呢，那么照的业是相同的，都是轮回的业。下面经文有很深的意义，世尊连着讲了八个字呢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力，但安无欲，做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含哀慈悯，礼义都和，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。这一段是形容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，他们的心情啊，跟我们凡夫竟然不同。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，也要把我们的心情啊，真正的彻底改变改变啊，一定要与他们相应，跟他们相仿佛啊，这样往生就方便了。才真正有把握的，也就是感应道交了。自然无为，这个智呢是自性，然呢就像《楞严经》啊上面所讲的清净本然，这完全是真性显露的。这个为呢是作为，就是造作。无为是没有丝毫的造作，是我们起心呢、动个念头啊，都是造作。心在照顾我，念头有生有灭，这个生灭的妄念断了，就像六祖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，就是我们这个念头啊，就是你生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当初生随时就灭了，那么本性里面有没有这个念头呢？没有，但是能生这个念头，因为本性啊，它本来无一物，真常显露是真如本性，叫常住真心，自然的心。无有为，亦无无为，才是自然无为，也没有有为，也没有无为。有为无为都是相对的，有为是心，无为是心不住，是性。那么有为我们也不能住，无为也不能住，才是自然无为。虚空无力，比喻心像太虚空一样，虚空中的一切法呀无力，心就像这样的。心里真是一念不生，既不生，当然就不灭了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是指什么说的？一念不生啊，是指一念爱贪嗔恚这个念头不生，就是不妄想的念头，不觉得念头不生。这要搞清楚，不是说他活的慈悲也不生了，慈悲心也不生了，不是这样的；度众生的心也不生了，不是这样的。生而不生，一生也都不生。和没有生就没有灭，这是纯正的离一心的境界。离一心的境界就是明心尽性呢。那心性里面本来就无一物啊，为什么它不生？不生就没有灭了，就没有生灭了。而且呢，是离一心之中很深的功夫，不是浅的功夫，我们应当学习。我们今天的心态跟他们完全是相反的，妄念太多了，牵挂忧虑呢是无量无边的。所以我们的心呢要像虚空一样，虚空无力。那虚空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那心就像虚空一样，但是虚空没有什么都没有啊。一法不立，但是虚空能包含万物呢？那我们自性也是心包太虚。
看看下面这一句，但安无欲啊，淡泊安然，没有欲望。我们要问呢，佛菩萨发愿度众生呢，啊，算不算是欲望呢？是不是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愿愿要度无边的众生，啊，这是不是欲望呢？不是，那是愿望，而不是欲望。欲望是由心啊希求的，愿望是没有希求心的。大家要听到，这个欲望是有希求心的，我要得到什么？愿望是没有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生活啊，过得很苦，佛为什么不着急来度我们呢？因为佛没有欲望，佛的冷眼旁观，我们现在还不想得度。虽然说我们口里说想，心里不想，如果佛现前来接引我们往生，我们要不要去呢？我们一定的就会被吓跑的。有很多人啊，都学佛，可信佛了，信佛像，要看见真佛的怎么样呢？看见真佛就害怕了，他不是真的，他不是真的想信佛。现在呢，看见佛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还不想死呢。”就是口是心非。佛菩萨看清楚了，我们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佛菩萨不来呀。如果是真的，佛菩萨就来了。这是我们要分清楚的，要辨别清楚的。那么佛菩萨来不来呢？各位要知道，在这个世间的大德高僧啊，他们是不是佛菩萨来的呢？有可能不是，但是我们呢，就是佛菩萨来了，我们也不愿意让他度我们。说不是佛不来，是我们跟佛无缘。怎么无缘呢？不能依教奉行就是无缘。大家要听懂了，我家里供佛呢，那也无缘，因为你没按照佛说的去做。那有缘是你说的啊，你看见佛欢喜，但是呢，你光看见佛欢喜，你没有按照佛说的去做，你不能成佛，这叫结佛缘的。能不能得度？不能得度。这个得度啊，是了生死出轮回说的啊，因为你不能度脱生死轮回，这就是结着佛缘啊，陪佛而已啊，所以我们要清楚。在这个世间，我们的欲望越低，日子就过得越快乐，越幸福，越充实啊，并不是我们呢有欲望很大，得了很多就快乐了，不是，我们不懂的啊，贪越多越好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，知足常乐，特别是物质上的欲望。我们在这个世间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个房子，避风遮雨就行了，不要去跟人家争讲排场啊，争物啊，这个欲望就升起来了，说讲排场啊，增加自己的欲望啊，要享受啊，那就是太辛苦了。所以我们看现代人都想回到从前那种生活，住在那个山里面过那种清静的生活。为什么？淡泊啊，无欲呀，淡泊名利，无欲无求，自由自在的。现在没有这个，这样的少啊。都是名利客人，名利心特别重啊，而追求享受啊，所以说现在的人不但没有快乐，反而
个个痛苦，都吃出病来了，痛苦吗？想想贪也得不到，这活佛告诉我们呢，欲望越低，日子就过得越快乐，越幸福，越充实。能不追求物质欲望的日子是非常好过的，要用充分的时间去念佛、忆佛，真正的用功，功夫未得力者，但安无欲就是佛菩萨的生活真相，应当学。你看，我要做佛、做菩萨，什么样子呢？但安无欲，没有欲望，但我世间人呢？起心动念就是欲望、贪欲，所以说快乐的少，痛苦的多呀。纵然是快乐也不能解脱，有欲望贪欲嘛，哪解脱呀？看看下面这一句：做得善愿，尽心求索。每一位学佛的人，在因地所发的愿，这个愿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，不会落空的。这个愿呢，要有机缘，缘成熟的，愿一定兑现；缘不成熟的，也不勉强，勉强就有业障，勉强了就要贪欲。发什么愿呢？度众生的大愿，做得善愿，就是帮助佛接引众生。有很多人说，那我能接引众生吗？能啊，你一叫不行啊，做好样子，学为师，行为师范，给大家做好样子，这就是带佛接引众生的弘扬佛法，宣传净土灭佛法，这就是带阿弥陀佛接引众生。劝大家念佛，别向外面求，求不得，世间无常的，这就是带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。能不能接引？能接引。说我们带佛，帮助佛接引众生，帮助佛教化一切众生。怎么帮助呢？将这个念佛法门普遍广泛的、随时随地的介绍给一切众生，推荐给一切众生，这就是做得善愿的。尽心求索是要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做，尽心尽力的就是圆满，不要勉强。尽心尽力就是善巧方便。有些人呢，没有这个力量就勉强去做，这是错误的。勉强去做会怎么样呢？就很苦啊。老和尚初学佛的时候，看到经上讲的，中国古代佛弟子不化缘，化缘是一个很晚的事儿，早期是没有化缘的。古代寺院主持呢，都是国王大臣护持的，也有大夫长者眷绕的。出家人没有化小缘来见道场。那么老和尚觉得佛陀的这个开示啊，对我们修道人很有帮助，这是正确的。凡是化缘募捐的做的事，都已经很勉强的，就不无法要贪欲。大家做法会收很多钱呢，那干嘛呀？那就是贪欲，让你花钱。那大家不明白，那不花人不收钱，那道场怎么建呢？道场怎么建的呢？过去的时候是国王大臣来布置的，有钱的人建好了请佛来弘法的。现在也不行了，道场不随缘建，先有道，有道还会有人来学道学法，然后再建房子。
不是见好怕黄等人来，雅各见好怕黄了以后没有道，也没有法，这房进来以后就傻了。为什么欠债呢？想尽一切办法还债，现在就这样的恶性循环。这佛在世的时候呢，都是国王啊、大臣他们、大夫长者来建造精舍呀，或者是道场啊，提供佛来讲经说法。所以不要勉强做事儿，勉强做事儿，攀缘化缘就不发了。虽然是好心，但心很烦啊，因为心有牵挂，有忧虑，道心退失了，得不偿失啊。也就是说，好事就不如无事儿。不见道场是好事啊，功德的事啊，但是你得有缘，有那个缘分。缘分你有道，你没有道了，建道场以后啊，那道场就变成商场、战场了。所以大家就攀缘呐，有很多同学就搞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哎呀，你舍点吧，这那个不是弘法利生的，整个就是搞钱的。见面这个缺这个少那个搞钱的，就给大家搞得很烦恼。世尊在此。经说假令供养恒沙僧，不如兼有求正觉，讲得多好多明白。再好的事儿也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手段做啊，木化就是募捐化缘，弊病很多，流弊很多，令人造业的机会很多。所以真正有道行的人，不忍心看到众生造罪业，不忍心看到众生从这个地方啊堕落，说募化不是好方法，不是募捐化缘呢，不是好方法。虽然佛在经上也讲了，自己一个人有的时候，力量不足，由大家来助缘成就的，须知那是大家自动发心的。欢喜来助人的，不是去劝募的，劝你死的啊，是自动发心的。如果勉强的，或是固定的，一个月要派多少钱的，人家心里就有负担的啊。即使他本人乐意的，他家人也未必乐意。好像是好事，但是呢，已经是让人烦恼了。让人烦恼都不是好事，而惹得一家人呢都起反感，毁谤佛法。谤法就是毁谤三宝，造的恶业就重了。这些因果报应呢，学佛人必须得知道。所以为什么说你学佛你要学明白佛，不是搞情的法啊，搞是非人我对立的法，是断烦恼之法。跟钱没关系，说我舍多少钱呢？我慈悲多，我就成佛了，我就有福报了，不是？是你把念头舍掉，贪嗔痴的心舍掉了，你的智慧大，智慧高，福报大呀。贪嗔痴的烦恼你不舍掉，你舍多少钱那是赔的福啊？那福不一定能赔上啊，因为你有求啊，用有求的心去赔着福。不一定是真的，真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大家要，你学佛要明白，不能跟人家攀缘，也不能化缘，也不能搞募捐。人家愿意死就死，不愿意死的，不要去劝人家。所以大悲谷是个道场的，虽然我们这个道场，大家说，不是建立的时间很长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来这里面的人不能搞这些，我们这里的老修常住的也不能搞，外面来的初学同修也不能搞，在这里面不能搞募捐化缘，在这里面不能搞，也不可以到外面去搞。你们外面的人来到这
你们也不能在这里遇到。为什么不能遇到？因为与道不相当，与修行不相应。我们没有去委托哪一个人啊，这明着暗着去找这些东西，没有。大家布施那就随缘啊，我们不看你的钱，因为修行人看的是心行，不看你多少钱。说我们要知道，怎样能够让众生少造业，就是我们不要创造机会给他。如果我们创造了一大堆机会给他，他就起烦恼，所以一定要知道，不要去搞这些，与钱呢、物啊。这些事儿不要放在前面，因为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把财放在前面的，那是地狱的根。要把道放在前面，把修行放在前面啊，这样呢，大家都成就了。我们再来看呢，寒哀死里，寒哀是大悲心，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的心啊，这个慈悯呢是大慈，这句话就是大慈大悲，慈悲加上一个大字，就是清净平等的大慈悲心啊。如果心不清净，有好恶之心啊，有好恶之分啊，这个人呢，我不欢喜；那个人呢，我欢喜。欢喜的呢，我就慈悲他，我不欢喜，我讨厌他，我对他就不慈悲，甚至恼害他。恼害他呢，没有好言好语对待人家，也是也不好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分别心。那菩萨呢，佛教菩萨叫含哀慈悯，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，和冤亲平等。因为爱他才慈悲他啊，不爱他就不慈悲他了。这在佛门称作爱人慈悲啊，不能称为大慈大悲，因为爱我就慈悲他，不爱我就不慈悲他了。那大慈悲心呢，实在的是法身大士才称得上的，就是像观音菩萨这样的法身大士啊。才成了张大慈悲心，大事的心真正清净平等，就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的，没有好恶之分的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那我们的分别心又很重吗？大家问问自己，分别心重不重？啊，跟这个关系好，哎呀，上我家玩坐一会儿，闹关系，那个人呢，烦死，这边恨的打起来。这我们大有人在，为什么你们搞一会儿一会儿的呢？你看那个佛教里面一会儿一会儿的，那就是爱人慈悲吗？我喜欢的我就慈悲，不喜欢的大家就变成搞啊，大家变成攻击对立搞的，就这样啊。那佛对一切众生都是大慈悲。所以我们要变成学佛的，为什么大发慈悲心？就是不要你生分别，你生分别了就烦恼，有烦恼。礼仪都和啊，这个礼仪呢是随着时代啊有不同的标准，随着地区有不同的标准。中国三代之礼就不一样了啊，古礼跟今礼不相同啊，中国人的礼呀、跟外国人的礼呢也不相同啊。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广，佛法必须做到现代化、本土化。在日本呢，跟日本的礼一和；在美国呢，就跟美国的礼一和。到哪个地区、哪个时代，它的礼都合，这就是现代化。本
本土化，它能够适合于一切众生不同的生活习惯，这样佛法呢才能够普度众生呢。因此它有厦门所说的殊胜的效果，就是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。这个表啊就是事项，就是现象，理呢就是道理，一切事理呢在佛法里称作性相啊。性相理事都包罗，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事无碍的法界。世事无碍的法界才是真正究竟幸福美满。世间人常讲的美满呢，那是有名无实的。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才是真正的真善美慧达到究竟圆满，因为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因为究竟圆满的觉悟了，彻底明了真相，就住爱无碍法界，那是真正幸福圆满究竟的圆满的智慧解脱。这个过是超过，度是度脱啊，这就是讲了超越六道，超越生死，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了。而且究竟圆满的解脱在哪里呢？就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没有离开现实生活，这样生活才是真正的美满。学佛不是掉下来的，大家要听明白。如果掉下来的不是佛法啊，佛法不坏心间法啊，在世间行佛法，所以说才能圆满。说才真正的有真实的利益啊，前面讲到会真实之利，如果究竟圆满的解脱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，那这样呢就不能称为究竟圆满了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含义是非常深广的，必须细心的去体会。自然保守，真真洁白，志愿无上，静谧安乐。我们看到很多自然，这个自然的意思啊，前面曾经跟诸位也报告过，是自性清净本然。也就是说，自性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这里所含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无有止境的。这是自性的本来具足的。佛法教我们，最后的目的呢，就是恢复自性的功德。各位一定要知道，目的是干什么呀？学三章十二部啊，恢复你自性本具的智慧和能，有功德。经上所讲的一切呢，到最后都变成我们自己限量的境界，就真真实的受用，不是说别人。你真正明白到后来，就是你自己，就是自信，自然保守，真真洁白。这是讲自信本来清净的。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了，开悟的时候呢，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何其自信本来清净，本来清净，现在不清净，自信被污染了。如果自信真的会被污染，就不能称为真性了，因为永远不变的才是真。会被污染的、不变的，那哪里能叫做真呢？所以我们讲这个污染呢，是不得已的名词，但确实呢有障碍自信与清净心之事，有没有？有，你执着就有，本来有，本来没有，要清楚。作用，作用有，但作用不迷呢就没有，作用迷了就有。我们没有，我们有没有妄想呢？我们有，有没有执着呢？有妄想，有执着，
就是自性起用的障碍。各位要知道，菩提自性呢，它本来清净的，为什么会有染污呢？因为有妄想，有执着，有分别啊，就是起心动念住心而生的这个执着分别和妄想，它就是障碍。为什么说学佛啊，要想转凡成圣，先把我放掉，破我法，有我就有烦恼，有障碍。这法都是破我的。我们要想保守自性清净本然，就决定要消除烦恼，不能有妄想执着。妄想执着是后有的，不是没有的。啊，因为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。那么我是跟大家分享学习的啊，这个资料啊都是老和尚讲的啊，老和尚讲的，我跟大家再学一遍啊，因为学一遍呢，学一遍，那么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呢，就验学一次啊，就相应进一次啊。如果三天不学习呢，我们这个面目就全非了啊。尤其大家在一起共修。好，这个说这个，那个说那的，大家就东听西听，就不一经典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在道场里面，安排的课程，大家要知道，有受无量寿经的，有念佛的，山下还有小课堂，还讲不讲课的，讲初级的这些知识的，学佛的这些基础的修行的，希望各位来了以后啊，根据你自己的学佛的。时间长短，业绩深浅，来选你自己的课程啊，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啊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里有开悟，好，念佛成佛。那么我们来看啊，有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是初来的同学，什么也没学。什么也没学过，也不懂，跟这里的同学一起干活，他们都告诉我这个不能干，那个不能干，我不会干，还说我造孽，我有点害怕了，不敢在这待了。我是回家呢，还是继续在这待呢？好，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要发心做事的时候干活。那么有人带着你，你要去跟这个部门的执事啊去请教，这个活我没干过，我应该怎么做啊？那么身边有会干的同学呢，你要慈悲，给他点机会陪服。你不要说啊，你不会干的造业呀，你教他怎么做？那事儿是你自己做的，那活是你自己干的。不要随便轻易的就把人家心这个菩提心呢，这个善心呢就给人家灭了，那你就有罪。好，最重要的你要找一个部门负责的人，跟他说啊，这个活应该怎么干啊，然后你他教你，你就可以继续做。至于你回家要是在这儿呢，我刚才没说吗？不攀缘啊，你自己决定啊，我不会轻易的说留下一个人，也不会说免费走的。如果你要是给你起单，那就是影响常住的，那会给你起单。否则的话，我不会说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不攀缘，你去你来，是你自由选择的。第二，有的同学来道场待一两年了，不信因果，都受五戒的，还天天打妄语；有的同学还欺骗法师，对师父也打妄语。根本就不相信佛，都待一两年了还没入门的，那也没办法，可能他这一辈子他也入不了门，因为他不认识的因果，不认识真相，不认识知性是佛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敢干。现在人什么都不敢干，迷了吗？怎么办呢？我希望这样的同学，就是要持戒、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这五条，
你一条一条的去做。对出家法师遇到困境，不可以跟师父打抱怨，好，跟同修也不能打抱怨。那妄语呀，那果报是什么？拔舌地狱。因为你妄语，你欺骗了别人，也欺骗了你自己，所以就堕落拔舌地狱。所以学佛要说诚实语，要弘法利生，更要说诚实语的。一点一丝一毫的都不能欺骗众生。各位要知道，你学佛，你觉悟怎么能欺骗人？为什么说我们是无求的呢？无求的就没有欺骗众生。如果我有一丁点想求你什么，想要你的钱，要你的路，那我就会欺骗你。各位能听懂吗？是真是清净的，没有一点欺骗。这里不就自在了吗？因为我没骗人，所以我就心安理得，理得心安。我念一辈子佛都没人找我算账，为什么？我没做那事儿呢？他诸恶不作吗？你做了，你能做住？你能念佛能做住吗？你老想哎呀，我想好，我欺骗人的，我是妄语的。你看你理不得，心怎么办？啊，你学两年了，可也是有的学十年、二十年了，也没进佛门啊。进佛门怎么能进佛门？标准是归觉、归正、归清净啊，一觉、一正、一净、一自性就进门了。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怎么进门啊？进这个门好进，进那个真正觉悟的门不容易，因为你不了达实相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起修啊。咱们学的这个净土法门，那个念阿弥陀佛了，其实学佛的标准就是这样的：实质本心，见智本性，这是标准。你想一想，无我破我是标准。咱们离这标准去远还是近，你自己应该知道。我昨天我不说吗？咱们学佛这个大的队伍，就像那个打仗一样，南征北战。东跑西窜，成天扯淡，不是真干。毛病习气没改，照例不骗这一天，大费压点招。这就说什么呀？什么呢？我们没有进佛门。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分，过分不过分？哪个不是？那大病不病，大病。哪个不是水性转的跟风跑的？有几个心安心定的少了，还不都找相去了？今天抄录这个，明天抄录那个，今天写牌位练胜数的搞这些东西，那是学佛。学佛不敢过这算学佛，说就算了，别说了，告诉你，阿弥陀佛。
醉照西霄处，世事常心菩萨道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